说这个人是人妖吗？我跟你说，你在泰国看到所有美女都是人妖。你敢打赌吗？为什么不敢的？你敢问吗？你敢吗？我敢呢，你敢吗？我敢。你问呢？喂 ，Hello， 我电梯里呢，电梯里有俩二逼。马亮，马亮，我屁。就看，你关门哈看，看。先看。Mr. Joe， 到了，他没电呢。แน่นอน。到了，เอาตามนี้เลยนะ。แน่นอน，แน่นอน。喂，那边开啊。Come from China. I'm looking for Mr. Joe. 这位就是。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找的是周洋。没报，快回来，你没忙哎。喂。กูไม่รู้ใครก็ไม่รู้นี่มึงทำอะไรกันอยู่我以为这里是个庙เฮ้ยอย่าปล่อยให้มันออกไปนะ不是对不起我搞错了sorry 你怎么连着招呼不打就走了你怎么来了你不知道我不会英语吗我知道你向我分手对不对你说话声音轻一点我就大声说嘘虚什么虚有什么好虚的快从门口跑哎他是谁？啊、我不认识他。什么？我你没懂吗？昨天晚上咱俩睡一个房间，你还开个玩笑？你为什么要甩我？你冷静一点。你为什么要甩我？闭上嘴！我闭不上嘴。你讲这么多，我来了。你没懂吗？你知道明信片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抛弃我？你们六个来看错路了，知道吗？我不是你的导游，他们根本就不是个庙。这他妈怎么就不是个庙？高博，你跟得够紧的呀，徐朗。你公的私的都玩，我跟你说，你别在这闹啊！啊，怎么了？黑的白的都玩啊！你赶紧给我出去！怎么着？你以为我怕你？我不该怕麻烦的啊！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跟你老婆下跪了啊！你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是不是上海那一次？上海怎么了？你他妈还给我装？我装什么？你就承认了吧！我承认什么？别给我扯别的！我告诉你，这事咱俩没完。老周呢？我就是他，不是老周。我他妈当然知道他不是老周，他就是老周。你是谁？你他妈管我是谁？你谁呀、啊？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他妈管你是谁呀、啊？他谁呀、啊？他就是老周。哎呀，他不是老周。哎呀，他都说他就是老周，这不是我找的那个老周。那你找哪个老周？你他妈管我找那个老周啊？你猪脑子，你看不出这有问题吗？我早看出来有问题了，我告诉你。上次去上海，他你把嘴给我知道，永泰，你们试了三年都没有结果，别闭着眼睛是瞎的呀！我告诉你，咱们同学一场，我心慌呀！你这是我的礼物是不是？有最操蛋的是你在酒店上，我就